上节目的话，讲话还是要谨言慎行吧。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家，没有了。有的时候其实家越乱，越热闹，越好。很美吧？没有了。成员们怎么形容我？开心果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去怎么形容其他成员，我也形容不了，因为我们太熟了，他的好的不好的地方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现在能相处的这么和谐，一定是有爱的。谢谢你们支持我，然后我们这个团还有半年可能就要大家解散了，然后也希望在这后面的半年有你们能陪我们一起度过。德云瓦舍三四季把它拍掉，顺便就是还有一个想学会破风这个舞蹈。你们真的很棒，加油。